主料：小麦面粉500克，辅料：紫薯、酵母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到2小时。酵母和面醒发紫薯同理，切成面剂子，压平，擀开，把紫薯面团揉成小团，放在擀开的面皮上，像包包子似的，包口朝下，切米字刀或十字刀，醒发。上笼屉蒸熟制造具和馒头大小掌握时间。蒸出来的效果，烹饪技巧。此花型也可做烘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